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它的温标怎么换算，什么叫做比例相同。好，告诉你啊，水的凝固点是32度 F， 绝对温标273，你不用管什么叫绝对温标，高中才会出现。沸点212度 F， 绝对温标373 K， 请问你20度 C 相当于华氏几度？绝对温标几度？这里有摄氏换华氏，华氏换摄氏，所以当然你背过的公式有用，我们不要。来，这同样一根所谓的水银柱或者是酒精柱来量我们的温度的，所以我的沸点一个定做100，一个定做212，凝固点一个定做0，一个定做32。现在20度 C 对过去不知道 x，OK， 全部有这么多，我占这么多。如果我占的是1/3，那右边有多少？右边也是1/3嘛，叫比例相同，所以我全部这么多，我占这么多，全部这么多，我占这么多，这两个比例会一样。所以列式，左边是全部100减0，我有20减0；右边是全部212减32，我有 x 减32，这个比例是一样，所以叫做比例相同，然后就理化就结束了，后面叫做数学，认真努力的算，小学生就会算的。所以答案68度 F， 所以20度 C 相当于68度 F， 这就是所谓的比例相同的想法。那多少 K 呢？多少 K 就不会有公式啦、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。来，一个是零一百，一个是273 373，20对一个 Y， 全部100减0，我有20减0；全部373减273，我有 Y 减273，这两个比例会一样，所以左边全部100减0，我有20减0；右边全部373减273，我有 Y 减273。OK 吗？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吗？好，那就后面又是数学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所以293 K， 293 K， 不要做完。这种就是华氏换摄氏，摄氏换华氏，考试的题目不见得是长这样，题目是就不见得会长这样，它可能会长成别的样子，长成这个样子，公分的，这是我们要做的实验，放上去这个刻度，再做个刻度，这里几公分，这里几公分，那我在几公分几度，我在几度有几公分 ，OK？ A B 相差16，相差4公分的时候温度几度 ？OK？ 冰水混合就是凝固点0度 C 的时候，沸水的就是100度 C 的时候，然后停车站借问温度有瓦锥嘞。温度有瓦锥嘞，啊，这用几公分几公分的，来，帅哥美女，这位大帅哥或大美女，大帅哥，28，很好，你的答案多少 ？C， 你选 C， 请坐，你答案选的叫做 C。来看，零度的时候对的是0公分，100度 C 的时候对的是16公分。我现在有4公分，我不知道对错多少。这个图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好，左边是我的摄氏，右边是我的几公分。好，对好。然后呢？全部100减0，我有 S 减零。全部有16减0，我有4减0，这两个比例会怎样？一样，所以列式，全部100减0，我占 x 减零，全部有16减0就是16，我有4减0就是4 ，OK。
然后帮帮帮帮帮帮，答案25，猪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叫做比例相同。考试的时候，这是我们要做的实验，刻画的是几公分几公分，问你20°C 几公分，问你5公分是几度，这是一种。还有别种当然会再出现，就是让你重点是要理解我们的解决的方法叫做比例相同。 OK。